只有一天来，有什么感觉？哦，对，我跟你说，弟弟很有可能这站走完，他真的下站不会来了耶。对呀、啊。嗯，有吗？就是，我一直会把各位姐姐们当很好很好的亲人。对，然后我会有一些问题，或者说想叫真正的聊，把自己敞开心扉，也会跟姐姐们聊。我们现在五个肯定是跟节目组请愿，希望弟弟来，在有时间的情况下。如果有其他弟弟来的话，就再加进来，就一起。哎呦，团宠了，团宠了。哎呦，很不舍得他呀。好，好，我是江太太，快快，我来帮你拿。好好好，谢谢谢谢。对，我来帮你们去提行李。哎，谢谢谢谢。你不用管，没事，我来吧。走。这个怎么弄啊？没事，分分钟就下来了。买了汽水儿，汽水儿。谢谢。嗯。怎么样？弟弟很棒啊，好吃王子可以啊，一二三四，来 ，nice nice， 哦，转，真的不来了，没有你了，你要给姐姐们说什么？你私下发个红包，你私下发个红包。倒挺实惠。不要不要发红包行不行啊？怎么你还庆祝是吗？不是庆。是终于甩掉你们了。这是完了，思绪打乱了。